首先呢，感恩。嗯。不管在演到多少岁也好，或者是接到好的剧本、不好的剧本，你只能演，也满足了你对这个演戏的一个热爱。对呀、感恩。对，非常重要。虽然现在没有机会接到好的剧本啊，或者是电视剧，但是我还是非常喜欢演戏。就刚好就是走运了，碰上一些能拿奖的导演。我们以前那个年代说拿完奖就马上到谷底的，三年睡三年，拿奖睡三年，对，一拿奖睡三年。为什么？那个是魔咒啊！一拿睡三年，是拿哪种奖？就是必须叫女主角，就叫男主角，要睡三年，那我也认，所以我也拿了。那问题是你拿了之后怎么样？睡六年。那么坐在台下的人就是那个，恭喜你睡三年，会吗？提名，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大家心想，到底今天看谁睡三年？恭喜你，这个太可怕了。没有，我觉得为什么会有那个睡三年那个说法，其实是因为你拿到那个奖了，人家会对你太大期待，就每一个人都对你期待更厉害，你一定要到最好，非常好都觉得不好，所以可能是这样子就有那个睡三年的说法。睡跟不睡其实只是我们自己去设定。对，你怎么知道我在那个低谷里面其实我都得到很多很好的东西，你们看不见而已。对，那个低谷里面其实很多宝藏，所以大家看不见，但是我们是可以在里面很安静的去寻找。我跟你们年轻人常说，该是你的就是你的，不该你们不要争取，每个人背后背着一本书。一本书呢，一早就是 all written， 真的，对，你去强求没有用，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，有的也不能偷看那本书哈。哎，没能偷看，有很多东西啊，注定没有的，原来是很开心，哎呀，还好，你注定是没有的，挺好的，我真的觉得挺好。Oh yeah.